TVBS 四十二台全新八点档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去年呢，我们跟别的学校比赛的时候，崔天硕，快把王浩南交出来！佳丽他们偏宵，蛮想找老公。张天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在校生骑车还敢亏老师？《机智校园生活》Coming soon。